信任公司，也不是不信任你，只是在这件事情申请扰良一次，不管是再公再私，我都有义务为他保守这份秘密。我知道这么说很矛盾。我明白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你不打算追究？不解约不处罚？你想解约想处罚？不是。那瑶瑶的事情，如果我说出去的话，对公司不满的呢？恭喜恭喜，年年有缘分，走你走缘分。恭喜干了！他这一次不放心，就自己去申请。你别吵了，不要跟他一起生气。这样的话会很麻烦的。你看我这个经纪人紧张的样子，就算你肯放我走，他有24小时紧盯着我，肯定你害怕我有事。郭小姐，你可能对医疗法律不是很了解，万一你的设计出现什么问题，院方至少对你负责。秀玲姐，坐啊，坐。